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5月14号星期四，农历是4月22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哎呦，师傅，感恩你好，你好，我都打电话打睡着了。哎，你好，请讲，请讲。哎，你好。我想问一下那个我自己啊。哎。我是1974年属老虎的。看身体。哦，你的身体很不好。哎呦，你的关节痛啊，关节啊，哎呀。关节啊。哎，脚关节、腰都不好。嗯。是的。还有颈椎啊，哎，肩膀啊，颈椎和肩膀痛啊，嗯。颈椎和肩膀痛啊。嗯。你要当心啊，你要当心。我现在看你的肠胃也不好。我是肠胃很不好的啊，你听懂吗？因为这里地方都有黑气，你明白吗？嗯，都有黑气是吧？嗯。哦，还有我头几天有梦一个梦啊，是说梦见蚂蚁，我是在我朋友家，好像是那个朋友家蚂蚁，说是也是床上也有，地上也有，哎、外面的房子外面的那个整个地方呢，好像就说整个村里面呢全部是蚂蚁，哎呦，就是我这个朋友的家嘛，哦，我这里面呢就说没有蚂蚁，只有几个，我不多，我就说是观世音菩萨把他们超度走的，我是在梦中就这么说的。嗯，还有是我梦见我在我朋友家那个他妈妈呢已经过世了。嗯，是这样子的。他很大的麻烦。第一，梦见蚂蚁是大麻烦。嗯、第二，他肯定是这辈子有杀过很多蚂蚁，不管是有意无意的，明白了吗？是那个我，是我朋友的朋友那里是吧？对，做梦做到谁的那里就是谁那里。嗯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嗯。哦，我就说那个梦见那个他妈妈，我也许了7张小房子给他，可以了哈。哦，你要讲清楚的，你说我就给7张，否则的话、哦、这些蚂蚁都爬到你这里来问你要了。哦，那是不是我自己的血液有问题吧？那就要看你的梦了，你的梦到底是看着在你家里蚂蚁，还是在他家里蚂蚁？不是，我是在他家。他妈妈好像把那个蚂蚁还说要把他打死了，我说叫他不用打，他妈妈那蚂蚁那里有一堆的蚂蚁啊，就是这一堆蚂蚁都是在他妈妈那里的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就是他妈妈那里。喂，你听听师傅问题好吧？啊，你不要只顾自己讲啊。好的，我问你，你做梦你到了人家家里，是不是这个蚂蚁是人家家里的？是对的，就是我朋友的。啊，对的嘛就好了。你当时只是说旁观者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是 啊, 啊。好了，那跟你没关系嘛就好了。哎。哦，那就是我身体，就是说那些胃、肠胃不好，有没有灵性啊？肠胃不好有灵性的，你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瘦瘦的一个老太太在你身上。哦，那是我妈可能。瘦瘦的。个子不高，嗯，啊，眼睛有一点点抠进去，嗯，因为肉不多嘛。对的，嗯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就是他，嗯，就是他。你好好念经吧，嗯。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我妈。我看一下啊。嗯。小房子现在给他67张。67张是吧？嗯，好的，嗯，好吧。嗯嗯嗯。还有，我想，嗯。问一下我，就是我妈妈跟那个我爸爸都过世的，我都不在家的，我想问一下这两个可以吗，师傅？讲啊，赶快讲啊。嗯，我妈妈是林春花，2012年过世的。林是什么林？那个、木字，双木林。是树林的，树林的林，两个木。春是春天的春，花是花园的花。林春花。啊，你妈妈已经到玉界天了，嗯，到天上了，嗯，她到天上了，啊，嗯，哎呦呦，我姐姐也帮她念，我也有帮她念了，不知道可能有100多张有的。你不念的话，她怎么上去啊？嗯、
我妈妈在天上了。嗯。那这个在我身上的老太太不是我妈？看看啊。啊，不是。你妈？不是我妈。你妈现在告诉我是外婆，也是你的外婆。哎呦，是我外婆啊。嗯。我以前我梦见我外婆说得癌症了好了，我就念了21章给她，后来没有念到了，我就没。怪不得的，怪不得，就是外婆呀。哦，是我外婆，我妈妈已经在这天上了，有长公司菩萨，长师傅。嗯，好好修啊。我都现在，嗯。哦，我现在我姐姐都现在大姐都是念这个法门的。嗯，好好修啊。是我三姐。这个法门不最好了呀。我三姐跟二姐都念这个法门的。哎，这法门太好了，爱国爱民。还有问你一下师傅，我那个问一下我爸爸，我爸爸我那个是那个2009年过世的，是。包青天的包，旗是红旗的，那个旗，其中的旗，笔是那个，那个北京的笔。旗就是不是红旗的旗，是一个其中的旗。不是其中的旗。啊，知道了。旗是其中的旗，那种。北就是北京的北，嗯。哦，对的，我都不在。包旗北。那个、我看看。2009年过世的。哦，这个，哦，你爸爸比你妈还在天上做天官呢。啊？天官。我爸爸也在那上面啦。哎，做天官，听不懂啊？哎呦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你们的家族不错啊，你们的家族啊。嗯。家族不错是吧？嗯，好啦。我还把那个，我爸爸都还没有那个，那个。你以为完全靠你念的？你以为完全靠你念的？不好的人们才靠你们念念，人家本身有功力、有功德的人，人家直接上去的。我爸爸、我妈妈在那个地方里面做人做得很好的。对呀、啊，尤其是你爸爸，帮人家帮的太多了。是啊，我爸爸很多帮人家的。对呀、啊，你爸爸不单单人帮人家，钱财都帮人家的。师傅、啊、我还再问一下我姐姐行吗？啊，不能问了，不能问了，好了好了。不是，就是问一下她现在学佛，现在刚刚开始，问一下她那个行不行吗？你帮她念，你让她好好念经，有什么行不行的？好了好了、哦，不要贪了啊！好了好了，给你看了不少了。谢谢你，感恩师傅，感恩。好好念经，再见再见。好的好的，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嗯，哎，师傅，哎，请讲。您好，你好，嗯，哎呀，可打通了，哎，那个，我想那个，感恩大师大悲，我都不会说了，嗯，那个，哎呀，忘了，坏了，那个，请您给看一下一个亡人，啊，叫什么名字？亡人？那叫崔宝才，2017年，宝贝的宝，10月2日，那个宝盖的宝。什么宝盖的宝？什么叫宝盖的宝？宝贝的是不是宝贝的宝啦？宝贝的宝，哎呀，我都不会说了。要感恩大师吧。财就是财务，财产的财啊。嗯，刚才的财没有贝，没有那个贝。啊 ，OK。就是宝财。嗯，2017年10月24日去世的，我给他念了2000多章了。他是在阿修罗道，嗯。是吗？嗯，很冷的地方，啊、很冷的地方啊，很冷的地方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还接着给他念了。嗯，我告诉你，他有问题的。他过去哦，在阳间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业障。嗯，明白了吗？他有杀业。哎，就是杀业呀，所以他上不去。被你念到阿修罗道，就是上去的话，也是在很冷的地方。那个，我不死，我还继续念，嗯，我还继续念，我那个像菩萨妈妈，我发誓，我给他念到终身，我一定要把他超度到更高的上边。你自己境界高不高？你看看你自己行不行再说吧。你举个简单例子，嗯，你自己都没有力量，你能拉人呐？我现在呀，您上次说那个我在那个18年
3月4号给您打通电话，说他在那哪儿了，说他在那个地府了。对呀、啊。地府了，然后您就让我念小房子，那20章啊，那第一波是69章，第二波是然后以后就是21章一波，21章一波这样念下去。嗯。我就现在一直坚持这么给他念，我每个星期就给他念21章小房子。对呀、啊。给我自己念7张小房子。对呀、啊。我现在，我现在每天哈、几乎就是，除了做饭、吃饭，有时候睡觉哈、醒了以后啊，就是好像念睡着了，马上接着又念小房子。实际上是，那醒了以后以为是念的睡着了。我现在就是想那个嘛，每天的我就是看您的一篇的，看一篇白话佛法。多看一点。我每天要多看一点。对你会有能量帮助的。那对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有你自己境界不高的话，你就帮不了他超得很高。你要记住了，你自己的境界像菩萨，你就可以把他超度到菩萨。你自己的境界阿修罗，那你就阿修罗。听得懂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都阿修罗啊？他自己本身念的再多，他自己本身的境界在阿修罗呢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。我还继续努力，好好的念了，好了好了，我一定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还有一个，那个、还有一个，我想让您看看我的女儿，她是80年4月9号的女儿。八几年的讲啊？80年4月9号。80年4月9号。80年。属什么的？喂，属猴的。看什么？想看什么讲啊？想看他的一个是身体。不好啊，从小生出来肠胃就不好。嗯。还有啊。还有。这孩子啊，嗯、脾气怪，性格比较怪，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的。嗯。对。啊、有自闭啊倾向，听不懂啊。对。对对对，他挺怪的、嗯、挺怪的挺怪的，我告诉你、嗯、你打胎的孩子在他身上了，还没超度走呢。哦，我现在正念着了。正念着。我现在你不走他就更怪，你不把他念走、嗯、他就更怪，听不懂啊。嗯，我一定念，我现在念着了。我那个三个孩子，我现在还念着了，我一直在念。对呀、啊，自己想想不就好了、嗯、他们三个轮流搞你、啊嗯、还搞你孩子、啊、听不懂啊？听得懂、我知道是这个原因、所以我就在一直在念这个念小房子、嗯、一直在念那个您那个他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工作没什么大问题，灵性不走、灵性不走的话身体嘛比较虚弱，脑子嘛不好，经常嘛有这种负能量，看见谁都觉得人家要搞他， 对他不好，不喜欢跟人家多打交道，听不懂啊？是的，是的。好了，是他不愿意接触人。啊、嗯，不愿意接触人，不知道这是自闭症的前兆啊。对对对、啊、对，这种他现在也念这种自闭症嘛，就是因为孩子造成的呀。嗯，他也念经。他就是念大悲咒和心经，对，坚持，但是小房子他坚持念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坚持念的话，他就有救，嗯、菩萨就能救他。行，他不念经了，他就等于脱离了那个佛法了，他就麻烦了，救都很难救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 ，OK 了。好的，您能看看我吗？我身体怎么样？身体嘛，肠胃啊，也是肠胃啊。你自己对对对，哎、对对对，受寒了马上就胃痛了，不舒服了。对对，太好，我现在刚、刚艾灸完。对呀、啊，还有问题了，你还有你的鼻子啊，鼻子也不好啊。鼻子啊，妇科。对，鼻子不好，妇科不好，还有腰，左腰。是，对、对，对对，好好的改了。对对，我先师，你看看师父什么都帮你们看得到，你就自己好好改了。自己要开始念经了，
就是因为我看见这几个部位全部都是小鬼呀、啊，就是你打胎的孩子还在呀、啊。哎呀，我现在每天都在念小方子。那么你要改呀、啊，你要赶快念呢、啊，听得懂吗？念，我现在很那个嘛吧，我四点多起来就做功课，管功课。您告诉我的那些功课就得做两小时。你记住了。然后白。这个都以后消了业之后都能算你的功德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我肯定念。我一听，啊、我向菩萨发誓，啊、我就是那个永远跟着那个嘛吧，永远听观世菩萨的话，啊、对听卢台长的话，啊、好活到老学到老。好吧。我一定、哦、一定跟着学到终身。好了，少讲多念。感恩台长，感恩师父。哦好，再见。感恩师傅，再见。我一定好好修。好，再见。感恩师傅，好的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您好。哎，你好，请讲。哎，师傅，请帮我看一个59年的猪，男的。想看什么？他现在非常不好，之前有脑梗、腔梗，现在已经非常的病重了，请师傅帮我看一下，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啊，他有杀业。不好，非常不好。他现在我告诉你啊，脑血栓呐、啊，还有可能会中风啊。他有好几根脑子的血管都堵住了，至少目前我看到是两根呢、啊。对，他现在已经不太能自理了，然后经常左面手都不大能动了。是的，师傅。嗯。那他这种情况还需要去看病吗？吃啊，吃丹参片啊，赶快啊！他念经不啦？他现在念不了了，已经有点痴呆了。看看啊，几年属什么的？59年的猪，男的。哎呦，麻烦了，拉他了，有人来拉了，哎呦。那身上那灵性要几张小房子，师傅？叫他念84章啊，你们帮他念吧。嗯。哦，好，嗯，他自己先让自己。他现在我看他还有一个癌症正在出来了，就是前列腺的。前列腺啊。啊，他前列腺肥大，小便都小不出来了要。他现在已经对有点麻烦了，那请问师傅还需要多少放生多少鱼呢？2300条。有一个男的胖胖的在问他要命的。嗯，身上有几个灵性了？一个，就这个男的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您看一下，能不能看一个88年的兔？男的，女的？女的，我自己能不能看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有啊，你经常也是情绪不稳定啊。想发脾气啊，不开心。哎，是的。不想跟人家讲话。嗯，请问师傅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感情运也不好，听不懂啊。嗯，是。啊，你自己要赶快念了，你要念有姐姐咒10000遍的。好的，师傅。还有啊、嗯，你这个孩子，你一定要自己要自律啊，要听师傅话的。你不听师傅话，你以后年纪大了，你很苦的，会发神经病的。哦，好，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，师傅？小房子我看一下啊，先念75章吧。嗯，就身上这个灵性是吗？灵性早就75章在里边了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。那麻烦师傅最后帮看一个莲花332。多少啊？332。332。是不是两个三了？哎，是的。332。莲花在、啊。这个莲花怎么怪怪的了？这莲花怎么有点翠绿色的？嗯，好像很少看见。啊、嗯，你这个人吃东西干净不啦？这莲花吗？这个。我说你莲花如果绿色的，跟你吃的荤的东西、吃的素的东西里边有掺荤的东西有关系的。哦，那我提醒他是同修的，我跟他说一下。你去问他要吃干净一点，好吧？哦，好的。好了。哎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，嗯、自己让自己背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
喂，你好。Hello， 台长。哎，你好，赶快讲。你好，台长。啊，64年属龙的你，56岁，他的头痛了5年，最近很辛苦。64年，属龙的，女的。啊，64年属龙的你。哎，有沙叶，弄过鱼的。沙叶啊。啊，过去有沙叶的。他讲认经很辛苦哦，认不到经哦，头痛哦。对呀、啊，这灵性搞他了呀，现在不让他要他命啊，让他痛苦啊。哦，要他命啊，他能不能过这个关头呢？你问他，你问他过去在餐馆里打过工没有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哦，他没有讲哦。啊，你就问他在餐馆里打过工吗？或者在这种海边长大的有没有弄死过鱼啊？很多。捕鱼啊，家里啊、哦、都有可能的。哦，还有创业难。哎、啊，还有他身上的孩子超度走了吗？几年呢？他有那个孩子身上的孩子。几年？64年属龙，嗯。哦，还有，哎。还有啊。还有。要超度小房子呢。女孩子啊，哎。女孩子啊。嗯。还有小房子要念39章，嗯，39章啊、嗯，他的脾脏有脾脏虚，对呀、啊，哎呦，脾脏不是虚哦，脾脏上有疙，他想要吃什么药？这个脾脏上有疙瘩，有小疙瘩，嗯，小疙瘩啊，你要叫他、啊、要叫他吃健脾丸呐、啊。健脾丸、啊、或者是龟皮丸，健脾丸、啊、龟皮丸都是很好的。他的脾脏很不好，他的脾脏有螃蟹啊，哎，螃蟹的两个眼睛还盯着我看呢，凸出来的。哦，嗯，明白。他讲像你在冰库里常常有声音哦，是不是灵性呢？就是灵性啊，这个螃蟹可厉害，这个已经是成精的螃蟹，他能够两个眼睛这么凸出来，现在看着我。那就是成精了，已经这个不是一般的螃蟹了，不是一般的精了，要给他多少小房子才敢？刚刚讲过了不啦？算是多少吗？包买这个吗？你先念呀。哦，念多少好？刚刚没讲过啊，30多章没讲过啊，有讲过了不就好了呀？先去念掉呀。啊、哦，他能不能过这关口啊，才敢？64年，你要记住了，你前一阵子自己很不好嘛，就是因为你帮人家背呀。我啊。啊，所以你前一阵子嗓子都讲不出来话了。哦。哦。哦，之前我好像身上发痒了，才敢。身上发痒，身上发痒就是帮人家那些有沙叶的人背了呀，所以身上才发痒的呀。哦。洗澡都没用啊，你的血液有问题的，听不懂啊。哦，好了，下次我要问少一点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帮人家问的话，这个人业障很大，你至少要帮人家问的人一定要念经的。哦，他不念经的话，这个、你帮他问，你一定帮他背的，100%的。哦，不成功，养就好像太阳要心很高的要太阳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了，你帮人家背一次，像你这种人又没智慧，你又不会。你而且你要去渡人，你要帮他，你要渡他，你不能说帮他就问，你单单问的话，你帮他全部背上了，你就麻烦了。好了，明白。好了好了。你问了就先下次问长一点了，反正就问了别看蛋。好了好了。2001年蛇男19岁，看他的2001年蛇属男的，看他的肾脏，他脚背很痛。肾结石啊。哎呦，这就是啊！啊，已经有石头了。哎呦，哦，这个要开刀还是要？几年呢？啊，2001年，2001年。哎呦，男孩子啊！男孩子。哎，他本身这根那个输尿管就有问题啊，都是歪的，像皱起来一样的。哦、他小的时候。哦小的时候可能家里把他这个护理的不是太好啊。哦。听不懂啊。赶快了叫他消炎。消炎而且要去拍片子。
医生如果叫他弄了不好要动手术的，他的输尿管是歪的，听不懂啊？哦，歪的。啊。他有2018年给台长看过图层了的。啊。台长查查，台长查查身上有一个女魔，有了吗？跟女魔。现在好像没走啊，还是在他这个地方啊。哎，还没走啊？哎呀，家里怎么念的我都不知道，他们家里怎么念的。哎，啊，他的母亲帮他念的，他小这个孩子没念的，他知道他母亲念吗？母亲念的也不好啊，要叫他要求观世音菩萨的呀，不是他妈念、哦、他妈念没有用的，要求观世音菩萨的保佑。哦，明白了。好了，不能问了，不能问了。小房子，小房子，你叫他一直烧呀，先念，先烧120张吧。好了，啊，好了，好了。台长，最后一个台长的地址来了，不行，你这个太多了。哎，你这个问一个问题，你很讨厌的。问他在问春天，他两个要分开了，人家都会讨厌你的，真的。台长，你是79年的。地址，台版的地址啊，你79年属羊，羊75年属狗，这两个是台版的地址，他们逃掉了，咱是要赶一个出门，他讲要怎样化解。男的是属什么啦？属兔子。女的呢？女的是79年的羊。哎呦。这两个都是台版的地址。哎呦，没用了。恶缘爆发了，嗯，那个男的外面有女人了。台长，我跟你讲话，你听到了没有啦？很小声啊，台长，低调讲。两个人缘分不够啦，好啦，听不懂啊？好了，自己赶快要行善缘啦，赶快念姐姐咒，念一万遍吧。好了，没时间了，啊、好了，再见。好了，台长，小房子要吗？再见，念，不一定好得长了，没有办法了，缘分，善缘不够了，台长，善缘不够，善缘不够，拜拜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